欢迎观看本视频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爱你越深，但男子主义观念越强的这个星座男——金牛座。金牛座平时总是一副不言不语的样子，其实他们的感情只是不想去轻易表现出来罢了。他们爱你越深，但男子主义观念越强，需要你时刻都向他汇报你的行踪，这是他们内心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。狮子座，狮子座男在爱情中，随着自身感情的加深，会对自己的恋人越来越不放心。但男子主义观念也会越来越强，会很看重得与失，也很害怕遭到恋人的抛弃和背叛，害怕被辜负。双鱼座在爱情上，双鱼座男表现得很小心眼，他们若是爱你，就会把你捧在手心上，也会时刻都去监视你的行动。这就是双鱼座男大男子主义观念越来越强的表现，对你的爱也越来越深。白羊座，白羊座男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势的男生，如果他们喜欢一个人，就会表现得很霸道，不想让自己的爱情有任何的变故，也害怕真心被辜负。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想要了解更多星座资讯，欢迎点击关注按钮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、居家风水故事、灵符法师。道长微信：2088-2988。